好啦，卖吵到是忝，家己找时间休困，吼、哦。因阿回来是啥？妈妈有代志想要问你。好啦，我知影啦，我等一下吼，甲明仔载要用的咖啡豆准备一下就好啊。啊，你先回去休困，较顺利哦。先来啊。嗯。这个时间是啥物人走来？阿婶哦，啊，营业时间已经过啊，你若是要啉咖啡，请你明仔载再来。我是不会配的。是的啦，啊，我煮咖啡的物件吼，拢已经洗啊，咧消毒啊，而且配啊，迄豆啊，嘛已经用完啦，所以我真正无法度招待你，请你另工再来啦。你是这间咖啡厅的头家是 ？Pure and simple， 纯粹与简单，这个名不适合用伫咧咖啡厅店面。搁再讲。咖啡敢不是应该爱真讲究才对啊？就是因为讲究，才当发现上简单、上单纯的精髓。其实啊，唔那是咖啡啊，那人生甲感情嘛是同款，都是简单，都是单纯，都是难得。安尼也好温，再好人珍惜。这是一杯咖啡呢，你竟然我都讲出一篇。人生的大道理，你即马安尼，我想到一个我熟悉真久的人，伊的个性甲你真相像。那安尼，你位朋友一定蛮少爱咖啡。我想我应暗应该是无多啉到传说中的配合。无可能刚才来，啊，小蛋姐，刚在暗示林咖啡，那呢，你一定是一个咖啡爱好者。我愿意请你啉一杯咖啡，但不过吼，啊，准备煮咖啡的物件需要一点仔时间，你敢愿意等我？这个少年家煮咖啡的时阵，规个人充满自信，确实真特别。有影毋是干那靠一个戆蛋，在干阿店规日在遮，看起来是我想过看轻伊啊。我希望这咖啡吼，会当你满意。这咖啡无入格，我完全无兴趣，所以我想这应该不是传说中的配合才对。我拄则已经讲过，配合已经无啊，啊，啥物时阵当领到，就要看你运气啊。特别为我捞一杯，应该不是遮尼困难的代志才对啊。这是我的电话，等你准备好的时候，你再给我通知。我的皮鞋，哪会买？哎，歹势，我即马随同你人送几块。免啦，啊，拄则我已经讲过啊，
这嘉宾吼算我的，啊，不过真可惜，无合你的味。有时我嘛真怀疑，是安怎我的个性啊，会这尼啊古毛，这尼啊高敬，搁这尼啊低薄。啊，不过我感觉也是坚持，因为讲究是必要。希望真紧来接到你的电话。我哪有可能像你简单就让你拎着配合？头一次见面，你就对我这么严格，我只好挑过伊吼，让你爱恁恁袂着。安尼以后，你就会常常来我店内面啊吼。妈，我刚来啊。在家啦，你走开。这什么味啊？十全大补杂菜米，嘛拄只吼，甲冰箱内底会当补身体的食材吼，全部拢放入。小等你吃了一定会身强体壮、生龙活虎，重新找到倒来一个大波人的自信。这什么人甲你讲我无自信？你哪有自信？是啊，那大暗困的时阵，拢是懒棉被在困。啊，照讲哦。你应该早就给我做阿嬷呢。拄只我这内底有放咖啡哦，你上爱食咖啡。你搁掺咖啡？嘿呀，无有啦无。啊，这是什么暗黑料理啊？什么暗黑料理？是暗暗咧关心你的妈妈替你做的爱心料理。紧食。妈，其实吼，你唔免遐尼辛苦做食呀。我有买卤味回来了。卤味哦，放冰箱，明仔再吃。妈特别为你煮的，你今仔日爱给我吃完。哎，关起来这关，我是走不去啊。我吃哈，好了，我吃。嗯，好嘛，霞姐高味啊！我都知道你会爱食啦。我跟你讲，这煮食吼需要天分哦。这点吼，煮头到尾，妈妈拢是凭感觉哦，凭感觉哦。妈妈有搞我？搞，好。妈，我自从吼，我食了几摆你专工煮的爱心料理以后，我是愈来愈感觉。性命可贵啊！安尼就对啊啦。以后妈妈会常常煮好你食。妈。啊。你唔讲有代志要跟我讲，啥物代志啊？自较早你就讲。要把咖啡厅开在饭店内底，啊，那间饭店，敢是叫月升饭店？是啊。是安怎啦？啊，全台湾遐尼济饭店，是安怎一定爱叫月升啦？妈。我只是想要找哦，那个爱情的故事里面的另外一个主角。你唔通袂记恁的，你是对妈妈说好，你是我一个人的后生哦。妈，是你从来唔紧跟我讲爸爸的代志，我也唔知影恁两个人到底是安怎。啊，不过我看你遐尼用心，你真爱情的，我相信一
在你的心肝内面，那是有真重要的位置的吧？无，无啦，迄个，迄个爱情倒好是，是妈妈编的啦。因为自较早为着要把迄个咖啡豆啊禁卖出去，妈妈编的故事啦，都亲像妈妈会晓气功，妈妈会晓啥物奇门遁甲替别人医病，这拢是编的啦。因为自较早为着要趁钱，会当饲咱两个，妈妈编足侪足侪故事，迄个爱情岛嘛是妈妈编的，嘛是妈妈编的啦。妈妈安尼讲，你听有无？好，我听有。妈，你无需要遐尼激动啦，我是好奇。想要知影是倒一款的人，才想要接近伊的。啊，不过我嘛知影你的生气，所以我唔敢甲你提起。都甲你讲无，迄个人你是要接近谁啦？那无阿囝，相依为命有啥物唔好？你是安怎要惹遮个麻烦啊？自较早你讲要开咖啡厅，我就是讲你爱咖啡，你想要圆梦，想袂到。你另外有目的？妈，你莫误会好无？啊，开咖啡厅真正是我的理想啊！啊，接近迄个人，你顺耍啦？顺耍？你这个顺耍会甲你了偌济麻烦？你敢知？妈，我拢大人大正安尼，我知影要安怎处理代志。你是要安怎处理啦？安尼啦，你这咖啡厅拄开尔，紧甲伊收收起来，等咱拢准备好啊，才重新开始啦，好无？是要准备啥啦？啊，你叫我好好经营我的咖啡厅，讲你对我有信心，讲要跟我并肩作战，叫我坚持落去。妈，这代志我即马只是讲讲，你着反应这么大，叫我把我的店收起来呢？伊到底是倒位对不起你哦？莫阁讲伊迄个人啦！妈，啊，到底是安怎？为什么你爱遐尼生气啦？无安尼啦，莫甲遮个民宿收起，你倒来遮，才予你开咖啡厅。恁唔若会当圆梦，咱母仔囝做伙来拍拼，嘛母仔囝会当互相有照顾。安尼好无？妈，我一定哦，拢足尊重你的。啊，不过这代志我无法度答应你。我希望哦，你嘛会当尊重我。这代志咱即摆无适合继续讲落去啊。咱需要较冷静嘞，你较早休困，我先走。快点。龙龙，蔡皮爸这几天为着要把迄专案赶出来，拢留伫个饭店加班。啊，我暗顿食完无代志做，孤单一个人想要去店里找你，疗愈我的身心灵。煞无看到你的人，你们都好可怜哦，为着打拼事业都好忙哦。今暗时我乖孤枕难眠啊，拢你的 Apple 酒流。这下不是安怎啦？把我当作是伤心广播电台啊！我是讲金星荣到即摆还袂下班呢。
喂，金雄，你要不要下班了？哦，你要下班了啦？我拄只甲董事长开会，啊，即马咧整理报告。啊，你巴肚刚会枵？嗯，还好呢。我较袂食暗顿啦，是讲你刚会当陪我做去食宵夜？好啊。我要即马去食哩吼。哦，好。就这间啦，你嘛知这间哦？嗯，我之前哦，啊做工课做到真晚，啊腹肚枵，搁睏袂去，就上网哦，找到这间深夜食堂来食看卖，想袂到一世成主顾啊！较早我甲阮情啊，嘛定来遮食。庆幸伊在做土地开发的副总的时阵，逐工拢加班到真晚，啊有当时可以接伊下班，阮两个经过遮就入去食。那呢，咱来做好啊，找白素代食。免啦，这物件就好食呢，何必为了不堪回首的过去，放弃美食佳肴？你会当安尼想就对啊啦，真正无需要吼，甲 CP 值爆表的美食过入去。啊，等下要食啥吼，做你点。嗯，好食。谢谢。啊！你别无影响，那叫你娃也袂食饭。嗯，因为我找一个人嘛。为啥？哦，无啦，因为我有一个吼，袂晓煮食的妈妈，啊，自细汉哦，伊的料理，伫我的厝边，看到就伤心，鼻就流目屎，食完走便所。啊，不过吼，伊阁真爱煮。大便看我回去处理吼，伊就足欢喜，走去灶卡，啊过无偌久，就把伊的暗黑料理提出来，我看着就想要吐，所以才会甲伊接触。这我感同身受哦，因为较早吼，阮早间嘛捌吃过我的料理，伊甲我煮的鸡汤哦，好名叫做死不瞑目鸡。哎、欸，我来哦，我要找大厨来教我煮食啦。啊，我学几项啊拿小菜。要过嘛无好啊，我会晓煮食，要唔过嘛无法度挽回我的婚姻。所以查某人哦，唔是能烧得一手好菜，等于一点胃口诶。啊，安尼听起来，你的技术吼，我嘛有病哦。有机会吼，我带你去甲伊 PK 一下，看卖像这真正诶。暗黑界料理女王。你会拍家咩？来，这里吃看卖吼。